险家。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乐哥哥，你们准备好和我一起去神奇的动物世界探险了吗？准备好了。首先我们需要一件宽松舒适的运动装，还有一双轻便的运动鞋。现在我们一起热热身，跟着我一起动起来吧。首先我们来活动一下我们的脖子，把我们的头想象成两个旋转的小陀螺，跟着我一起把头转起来吧。开始的时候可以慢一点。好，我们现在换一个方向，尽量把头向外伸展开，做得非常棒。接下来我们来活动一下我们的腰部，想象一下我们正在转一个呼啦圈，把腰尽量往外伸展开，跟着我一起把腰扭起来吧。最后我们来活动一下我们的腿部，我们把一条腿抬高，用手抱住，另一条腿一定要保持平衡哦。好，我们现在换另外一条腿，把腿用力往上抬高，做得非常棒。嘘，你们瞧，看我发现了什么？瞧，是鸵鸟。鸵鸟奔跑的样子真有趣，让我们像鸵鸟一样奔跑吧。一只手放在头顶，当做鸵鸟的头，另一只手放在身后，当做尾巴。跟着我一起把双脚抬高，跑起来。要知道，鸵鸟可是跑得最快的两足动物呢。加快速度，非常好。把双脚抬高。鸵鸟是怎么扇动翅膀的呢？我们把胳膊收起来，当做鸵鸟的翅膀吧，就像这样，来扇动翅膀，和伙伴们打招呼吧。你好，你好，你好。鸵鸟的脖子长长的，长颈鹿的脖子也很长。快看，长颈鹿在优雅地散步呢。把双手伸长，举过头顶，就像长颈鹿的脖子一样，跟着我一起原地踏步，可以慢慢加快一点速度，做得非常好。长颈鹿要弯腰喝水了，我们把双脚打开，脖子挺直，上半身向下弯去喝水。你喝到水了吗？我们换一个方向再来一次，努力向下弯。今天我们的探险之旅就结束啦，跟着我一起放松一下吧。首先我们双脚站开，两手向外伸展，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大大的气球，跟着我一起吸气呼气，吸气呼气。小朋友们，运动完之后可以喝一点水，补充一点能量。我们下次再见啦，再见。为什么火箭和浮重力飞行？为什么地球绕着太阳旋转？为什么飞机在天空上翱翔？我看到满天的繁星，那海里装满了疑问，这里是浩瀚的宇宙，答案一起探寻。我听到秒针的大声，脑海里装满了疑问，是多彩的世界，答案我们来探寻吧，我们来探寻。为什么月亮每天都在变化？为什么树叶四季都在变化？为什么天气每天都在变化？
天的繁星，脑海里装满了疑问，这里是浩瀚的宇宙，答案一起探寻。我听到秒针的大声，脑海里装满了疑问，这里是多彩的世界，答案我们来探寻吧。我听到秒针的大声，脑海里装满了疑问，这里是多彩的世界，答案我们来探寻吧。我们来探寻。智慧树上，智慧果，智慧树下，你和我。智慧树前做游戏，欢乐多又多。咕噜咕噜，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咕咚。小咕咚今天太开心了，因为小咕咚要去露营啦。不过在去之前还要整理好需要带的东西哦，不如小朋友们一起来帮助小咕咚吧。哦，小咕咚要带上一块毯子，在哪里呢？在柜子的旁边。找到了，接下来小咕咚还要带上好多好多水果和好朋友分享，在哪里呢？在桌子的上面。哇，小朋友们找得好快呀。小咕咚的水杯去哪了呢？就在桌子下面啦。嘿嘿，谢谢小朋友们的帮助，现在小咕咚要把它们装进包里准备出发咯。小咕咚，你还要戴上遮阳帽，这么热的天气怎么能少得了遮阳帽呢？对呀，可是小咕咚没有遮阳帽，这可怎么办呢？我们来做一顶帽子吧。今天我们要做的是
好了，让我来试一下吧。是不是很可爱呢？我的做好了，你们的呢？我们的也做好了，来看看我头上戴的是什么动物。这个是什么呢？麋鹿。哦，鹿啊，这上面有鹿角，对不对啊？对呀。哎呀，你别说，哎，还挺好看，和你今天的发型还是挺相配的啊，做得很好，谢谢。来看看我这个作品，大家认识吗？哦，这什么？衣服好配啊，鲸鱼，是不是啊？看我这个大鲸鱼是不是也非常的形象呢？上面还会喷水，对不对啊？特别的夏天。好的，来看看小朋友的作品，来。哇，非常的漂亮啊！小羊怎么叫的呀？哎，再学一声。啊，来为自己鼓鼓掌。我真好。好朋友们把帐篷都搭好了，那小咕咚来给大家准备一些好吃的吧。小朋友们还需要你们的帮助哦。我们一起来切水果蔬菜吧。哇，大家都好棒呀，食材都准备好了，让我们去美食屋学做一道适合露营吃的食物，和好朋友们一起分享吧。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美食屋，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绿泡泡。今天让我们来看一看在我们的美食冰箱里又传送了什么好吃的东西吧，来一起来看。哇，哎，小朋友们，本来说要给我们传送的是紫菜饭卷儿，但是现在呢，有什么呀？这个是什么？海螺。哎，对了，紫菜，这个是，认识吗？米。大米。对了，有这个材料，看来啊，他要让我们亲自动手来制作，没问题，我们有信心吗？有。首先，第一步，我们要把这个大米呀，放到水里，把它洗一洗。来，小朋友，我们一起来做吧。好，电视机前的小朋友可以和我们一起来把大米哇倒进水里，我们呢用手呢把米里边的这个脏东西洗干净，用手轻轻的给它按摩一下，这样一会儿我们做出来的这个紫菜饭卷啊就更好吃了。好，我们看到现在这个水的颜色已经有一点浑浊了啊，差不多了，现在呢我们可以把这个米呢把它再放回到原来的这个小碗里了。加油。好，这个米呢我们已经拿出来了，现在这个米是洗过的，而且呢我们已经给它按摩过了，一会儿味道一定会更好的，那稍后我们把这个米给蒸好就可以了。
看上去非常的美味，太棒了。咕噜咕噜，真是太美味了。好啦，填饱肚子之后，不如让我们一起来和好朋友唱歌跳舞吧。一起去郊游，小朋友们一起去郊游吧。走啊走，去郊游，遇到了我们的好朋友，快跟他们打个招呼吧，让我们继续往前走吧。哇，好多漂亮的花朵呀，快来闻一闻。天空，洁白的云朵，天气真是太好了，真是快乐的一天啊！郊游真开心。嘿嘿，小咕咚今天玩得太开心了。太阳就快要落山了，我们该准备回家喽。不过在回家前要把垃圾都带走哦，只有好好爱护环境，当我们下次再出来玩时，才能看到美丽的风景哦。能看到现在呢，地上有很多的这个报纸啊，垃圾。对，小朋友的任务就是把它打扫干净，装进垃圾桶里啊。好，有请我们的鹏鹏大裁判。有请。听鹏鹏大裁判的口令，预备。开始。开始扫地了。扫地，扫地。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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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速度非常快，男生队这边速度非常快，女生队要加油啊！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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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安，你回到自己刚才的位置上，一、二、三，看谁速度最快。好，为自己鼓鼓掌！太棒了！啊，一次扫一个，太棒了！对，不要着急，慢慢来，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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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真是人多力量大啊！感觉我们满地的这个垃圾很快就被清理完了啊，是吧，速度非常的快。加油加油加油好的，顺利完成任务了啊！我觉得小朋友们真是太棒了，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你们是不是和他们一样棒呢？让我们一起为他们点个赞。太棒了，哇，大家都好棒呀！小朋友平时在家也可以帮助爸爸妈妈打扫卫生哦，这样才是乖宝宝呢。好啦，今天要和大家说再见喽，期待我们下次一起做游戏哦。请你像我这样做，我就像你这样做。请你像我这样做，我就像你这样做。去散步。
猴子聪明又可爱，熊猫宝宝爱睡觉。